还有多少个十年能勇敢做热血种大蒜翻地切撒一把啊，大蒜长得个头大产量高。大家好，我是红山胖哥啊，今天啊来我们菜园了啊，因为再过再有十来天时间啊就开始可以种大蒜了啊，我们石家庄地区。然后今天我父亲说准备提前做准备啊，就是给大蒜施肥啊，但是都是地上撒一把然后咱这大蒜啊，后期的大蒜结头个头大产量高，而且没病害，病害少啊。然后咱直接上干货啊，看我父亲怎么操作的啊。走，不是这样，这都是说是准备种大蒜一遍的啊，为什么外一遍这个新种新变种铁菜蒜，铁菜蒜对吧？因为我这头油锅我都天天拌来过啊，翻了一锅啊，翻一锅啊，你看汤汤里面然后再开始施肥啊，施肥呀不叫再肥了啊，是吧？因为这个这个蒜翻的浅这个施肥呀都施着，然后天天里翻一遍都行了因为它那个蒜它能冒个了，它都是再干它吃劲大这是我只卖一遍，再几个杀这个肥呀一种蒜还有这个还有是这个十来天的是吧我这个是干几分都杀到分了再卖它这十来天它都这发来叫了，它不肯怀蒜是啊，不肯这是这个上春蒜啊，少蒜它又不上春了好大家看一下啊，这都是我父亲那个鸡粉啊，这已经这晒干了啊，啥也不要紧，但是没有，实话实说啊，没有说腐树啊，你看是这个晒这个鸡粉啊在这个晒时候啊也不是晒也不是烫，也不是晒也不是烫，烫的都烂乎乎了你看对对，你是不是？然后再杀它，容易它小跟那个那么容易都要腐树是啊，腐树来的是吧？排素了你看这个杀这个粉我想大家也是嘛，不要这咬块啊，块容易那么，但是能灭了它腐树的快啊，是吧？对了而且它已经杀一遍菌了啊，这高温太阳下高温晒啊，然后你提前啊，这个最好是提前啊，大家一定注意啊。都是说不是说几个我种啊，我几个用的肥啊，大家看我鸡毛了。我感觉在这一片地有这一点够了，那是吧？什么？一点够了呗？不叫啊，听我说啊。里面不能种这个卫生田，卫生田它都不长。你伺候它好它都会里面吃的好了都壮，吃的绕了都是绕是吧？对，心大这一天不用问人不是，你有那些这主要是没来辅助的，有辅助的咱给定有辅助的。快拉大家看我们这一块基本上我父亲说杀两点有点味道有点臭臭的小味道，有点臭是吧？该臭该臭那种感觉。这样这样行了。还不够啊？你抓你的。你看你觉得他觉得了。这粉不用那大我父亲说长两点都给撒了咱。还早着。都到了我父亲说这两点用两点，然后我父亲说关键的是肥大神气不用喂人到时候叫他肥大因为咱们鸡粉的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其次是在这鸡粉中带磷钾它营养比其他的比别的粉这个肥的壮是吧？我看撒也不少真不少是不是嘛？东北，嘿，臭雷，嘿，臭雷，这玩意儿香了
基本上撒叶了。不带那个东西，那第一次学的，因为这是午饭啊，午饭一边饭两锅啊，啊，大家看啊，这好饭，哎，因为饭锅一锅，哎，要卖住点啊，切点是吧？哎，好点。哎，好点，切点把粉卖住啊。哎，这个粉它是因为水啊，底下那个是它自然都能腐熟啊。到时候它也不上虫啊，也不会说，也不会说烧根嘞啊。这我们村儿，这年大伯他们那个用过做过那个实验是吧？啊，去年都是这样做法啊。因为说实话啊，我们家腐熟那几粉种白菜全部用完了，只能用干几粉了哎。但是效果刚刚的啊，没问题。嗯，你要说我这是三次是吧？哎，你都得用发药好了那个地里，哎，也可以。嗯，但是这个没只晒干这个，提前它啊，叫它在地里头再发酵啊，发酵啊，它没事儿啊。嗯，啊，咱到时候咱看效果啊。嗯，啊，好了啊，就是说。用干鸡粉啊，因为我也咨询了啊，说实话，包括我们也家里啊，我一个大伯，包括我们村那个树，我咨询了好多人啊，就是这种方法可以啊。虽然说咱那鸡粉没有发酵啊，这是我父亲拉的舍鸡粉晒干啊，都是夏天的时候高温时候已经杀了一部分菌啊，然后因为马上冬笋啊在腐熟。时间，有点怕不够用啊，所以说直接翻地啊，这个样效果没事儿啊。去年，我们村许多人啊就是这样弄，直接干净粉撒地啊，这实战这经验啊，到时候咱可以看效果，看明年打算啊收成怎么样。哎，这都是农村土秘方啊，分享给大家。嗯，大家对打算啊施肥啊还有什么更好的看法和观点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喜欢我的请点击关注、评论并转发啊！谢谢大家，再见。